广东菜主要它那个特点就是清淡嘛，广东菜酸啊，第一是酸菜啊，第二个是火候的控制，还有材料的搭配啊，这三样东西应该是最重要。它每一个 dish 都有每一点东西，它都要亲自那个师傅一点一点放下去的，所以这一点是那个广东菜的师傅比较难找的这个原因。首先我介绍的第一道菜是我们的西式炒饭，这是我们附近的名菜。这道菜呢几乎在我们所有的酒席中呢是必不可少的。它的色泽非常漂亮，非常高贵，以金色为主，在顶上还添加了一些脆的一些瑶柱，显得这道菜更有特色。我要介绍的第二道菜呢叫做金砖花枝螺片。这道菜呢顾名思义，它采用就是响螺片为主。我们的色泽和一些菜式的组合呢是我们这道菜的一个主要特点。另一道菜呢就是我们广东比较有特色的清蒸类的清蒸海上鲜。海上鲜呢主要是以海鲜鱼类为主，是以我们广东最出名的一种常用的一种清蒸烹饪方法烹做而成，给我们的客人有一种年年有余喜气洋洋的感觉。莫笑我最深一句呵护，狂野风化千秋寒光，莫笑我最终真我美梦，让我笑就最终。希望能做到保持原汁原味，就是走广东餐这种一种道路，不会把它变成美国人那种味道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客人这么多呢，是因为我们保持了那个广东餐本身的味道。行合济世永不靠道，无谓计较谁是最高。